要有一个人帮忙。天哪、啊！不，燕宝喷水了，尿尿了，尿尿了。杨远爸爸现在在玩一个气球的实验，来看看会不会成功。要有一个人帮忙。成功了，好，好，它现在放在冰箱，等它解冻喽。哎，爸爸，你要去哪？试做的球。哇，然后好可爱哦，这是紫色的葫芦吗？谢谢人灵儿。小朋友看不到。好，我来看爸爸在做什么。妹妹。我一下割到三层了，不够尖啊！啊，燕宝喷水了，尿尿了！冰不够久啦，你看我们的冰块，所以这应该要冰一天喽。哎、欸，我们再做一个，等浩浩他们来再来玩一下，看他们的反应。今天爸爸，你的好吃吗？我的好满哦！哇，我一直吃肉，一直吃肉，这是我今天吃的最饱的午餐。林林云来吃吃看，鸡肉，吃吃看啊，把它咬下去，咬碎就不会辣了，超好吃的。今天是8月20号，我们今天午餐吃。饭加花椰菜加鸡肉，这是照烧鸡肉饭。嗯，豆花也菜跟以前一样吃。嗯，好胖，我要吃看加过鸡肉汁的饭。我下次是不是应该要煮个辣的？要，我。那我下次加辣椒下去一起卤。嗯，这肉好吃，可是太咸了。下午茶点心，我们来吃巧饼可可，咬一半看看。太硬了，用力。这个很边，至少要咬开那个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下午点心时间。姐姐，你看这边在打雷。乌云密布，这边好像在下大雨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很恐怖？有没有很可怕？